华山基金会高客站对民国1999年就开始为地方的弱势长辈来提供照顾服务。最近为着要纪念高客站成立9周年，所以就伫高客乡中山路边的一丛百年山仔树下来举办老者的庆祝活动。当地面包店家嘛特别掺了材料，要来予大家体验做鸡卵糕的趣味。未来嘛，希望伫大家协助之下，才会长者会当甲这丛百年老树同款，继续快乐健康过生活。由森林健康活动工协会带领贵宾甲长辈做伙跳舞，除了活动筋骨，每一位时代也拢展现甲天气同款热情的活力。这是华山基金会为着纪念高客站成立9周年，特别举办庆祝活动，也邀请长辈做伙来体验做鸡卵糕的趣味。也希望说，因为我们在古坑在地建站创站已经有9年了，然后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我们鼎力支持一下我们的古坑站的服务。啊，这百年芒果树都要在咱的奶油巴士的边呀，哈，很难得的芒果树会有百年，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福气哈，我们的时代哈，大家拢能食饱去哈，健康食饱去安尼。每一位时代用心制作鸡卵糕，面上拢是满满的笑容。这次活动的选址者来举行，也是希望边啊一丛百年的山仔树，会当带予遮的长辈满满的祝福。基金会也趁着这个机会来进行义卖活动，希望邀请大家发挥爱心做公益。那也是我们在地的古陶湾最著名、有得过奖的我们的文旦。那也希望号召大家能够在义卖送礼之余啊，还能够行到我们公益之实这样子。那一起来帮帮我们地方的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高客站成立9年的时间，当中就依照不同的需求提供相关的照顾服务。总共有超过100位当地弱势长者得到照顾，不过目前的服务经费也相当不足，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发挥爱心来支持，做回来关心这群老大人。有我们道宅陪医，然后还有我们的物资协助，那也有我们最特别的圆床泡澡，在圆床上帮植物人长辈做泡澡的服务。那也希望有大家的帮忙，能够让我们的服务经费顺利募集完成。家己亲身制作鸡卵糕，予时代除了感觉真有成就感以外，也带予因一处难忘的回忆。活动最后，长辈甲贵宾做伙将鸡卵糕摆好势，也希望伫大家祝福之下，遮个时代拢会当人人食百里。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